今天是除夕夜，首先空中夜谈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兔年兔 rich。 不知道大家过年是不是零食吃好吃满呢？虽然我平时也是零食吃好吃满，但过年期间还是吃了一些跟平常比较不一样的点心。今天开箱的是 Momo 购物购入小潘蛋糕坊的凤凰酥二盒组，一盒12入，1月6号买2盒699，包装很有传统糕点的感觉，背面有成分表和营养标示，小小一颗159大卡，相当罪恶。凤凰酥很容易掉屑屑，建议拿个碗盘接住，吃起来感觉口感比一般凤梨酥软，味道大概70%凤梨酥的口味，加上30%中间的咸蛋黄味，我觉得还不错吃。后来发现我第一颗吃的有点压到，后面吃了好几颗，它正常形状应该是这样的方形。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留言，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拜拜。